天王周杰伦和昆凌结婚七年，育有6岁女儿和3岁儿子，一月还宣布怀上第三胎的好消息，获得各界祝福。昆凌也进入血火倒数，他昨天在限动晒出两人喝下午茶合照，夫妻俩选择同色系情侣衣，昆凌看起来气色不错，没想到掌镜人来头不小，居然是二姐江蕙。来到故乡的海岸。实际上，周杰伦还没红的时候，江蕙因为选唱了他创作的《楼火下》，因此结下缘分。不仅常替对方担任嘉宾，2018年江蕙还现身周杰伦澳门演唱会，更让当时已经封麦的他开金嗓合唱《稻香》。虽然照片中二姐江蕙没有露面，但三人聚会照已经让网友们讨论到翻。